咁我想問咧，你同學嘅來源係乜？係佢自愿咧，定抑或你喺邊度？依個有一個積及佢，依個有一個好好吊軌性嘅問題。即係好多人當佢唔明白我哋嘅時候咧，就當然有好多人。所以我係好中意有機會咁嘅對話係最好嘅，你可以問問題嘅。就我哋90%嘅學生咧，都係法庭判嚟。或者是兒童保護令或者是感化令的，所以呢變成正生疏遠的問題是政府是責無旁貸，是他有責任要解決的。即係你話你叫教會啦，叫中文大學啦，都唔啱啊！其實中文大學好多地嘅，我睺過嘅，或者喂嗰度嗰度俾一忽我咪好咯，係咪啊？我哋都係搞教育嘅啫，係咯，一樣咯，大家都有咁。但係個問題唔係咁解決，而係政府喺件事上邊對呢班青年人係有佢嘅責任嘅。咁所以係應該從咁樣嘅渠道去思想嗰個問題。咁我個問題又嚟啦。因為他是被判嚟，或者被安插嚟，冇錯。你點樣在開始的時候令他首先不會有戒心，跟住接受你成為你一份子，跟住受到很多指責的時候，他可以昂首挺胸，做似翻個人？呢、這個過程其實不易喎，因為他不是你的教授，你俾翻糖啦。唔係，好多嘢係由握手關係開始嘅啫，咁你點解？你一開波就即係揾個我嚟尊重佢握手。我尊重你，你尊重我啫嘛。係啊，其實你伸手我冇理由唔伸㗎。係有好多人好奇妙，就覺得哇，好即係我好技術型去處理問題啊。用個咩方法點樣可以同呢班人溝通呢？我就話你錯咗咯，你當佢你處理佢，你 manipulate 佢啦，想即係佢覺得。好似我真係我仔嗰時六歲話俾我聽，佢需要讀心理學。我問佢點解咧？佢想控制啲人，佢控制啲高達超合金嘅。唔係嘅，咁同我講。所以我話一定係人基於彼此尊重，彼此尊重咁開始。咁同埋係一個氣氛，係一個氣氛。有人話哇，即係所以好多人一説話就去講嘅時候，因為佢唔明，佢就話你用洗腦方法，你用控制方法，其實係做唔到嘅。每一個人有佢自己嘅思想，你諗下我學生嘅背景，佢怕坐監，佢怕俾人打，怕俾人鬧，佢就變好咗啦。佢就唔怕呢啲嘢噶嘛。但係佢最重要係乜嘢咧？係黑社會。點解啊？係講情義，係咪啊？不過走錯咗路。當然事實而家黑社會唔係啦，但係佢哋有個幻想噶嘛。你知唔知最有義氣嗰啲係咩咧？係14、15歲加入黑社會嗰啲。因為他真的有個幻想啊，兄弟，他以為是同你想，他真的以為咁噶嘛。但係慢慢其實原來都是利益啫。咁所以是一個感情，是一個環境氣氛。而個環境氣氛，他都可以選擇接納唔接納嘅喎。即係等於當日班學生，當好多人圍住佢有啲唔好嘅説話嘅時候，我話個學生我控制唔到佢，點解佢唔講粗口啫？我控制唔到噶嘛，林俊講啊，講翻嚟我就打餐死啊！佢講完先啦。回去打先算啦，等於咩？佢係咁嘅人，但係佢當時咁嘅時候，你發覺佢好識體面，好知道點回應嘅時候，咁嗰個一定係佢好深層裏邊一個 world view shift， 一個 paradigm shift。而個 paradigm shift 一定 happen 咧，係一個 cross culture experience， 一個文化嘅轉移。係乜嘢？以前係吸毒嘅文化咩啊？我而家就係凡事都睇人哋，睇大嘅世界。咁所以頭先你話 not in my backyard， 就係個社會越嚟越講就係講我嘅 right 先。嗱當然我哋嘅 right 要保護，但係好多嘢係要大家平衡。有冇一個例子你仲記得係幾艱難下嘅？即係你始終100個學生都有1-2個冥頑不靈，唔止。但係佢又唔知點解自己嚟咗，但係佢又嚟咗。有。你有冇仲記得啲情景？你嗰陣時點處理嘅？其實有好多嘅，即係其中一個我通常講比較具體、容易理解就係。1998年嗰晚世界盃嘅第一場，有冇人記得係邊隊對邊隊？我好記得㗎嗰場波，巴西對，冇錯，2:30嗰場波，踢到4:00幾個天都白曬。我個學生話要睇喎，佢話校長，我今晚想睇波。我集體鬆冇喎，我錄咗俾你睇啦，聽朝佢唔得。佢咧個身形咧大概係前邊中間呢位哥哥咁上下嘅，我要睇波嚟㗎。我唔得個樣冇個黃線添，當然梗係冇啦。個樣啊，其實佢內心可能有黃線。兩邊有紋身㗎，啊21歲仔嗰陣時，咁話冇，咁我就叫同事帶曬其他同學翻學，唔係翻去瞓覺。咁我就對住佢啦，佢就話：我而家開電視。咁我話
唔好開，刪電視。再開電視。佢冇喎，佢就對住我。Okay。 成晚就咁對咗一晚啊！就巴西定泰國啦，係啦，冇咗啦。第二朝佢好型噶，攞翻件衫，我走啦而家。走啦，我當睇咗啦。咁我咪叫船俾佢走啦。嗱，我哋嗰度雖然話法庭判嚟，其實係半自愿嘅，所以有啲人唔理解，就以為我哋啲人驚坐監，所以俾我哋控制。唔會噶，我哋學生可以自愿走。我都話咯，佢點會驚坐監？點會驚感化官嘅啫？唔會噶。咁佢就走落，我仲喺船度同佢坐緊木船送佢走嘅時候，我同佢講：我話某某啊，翻去啦，算數啊，即係我唔當你走啊，而家當你翻去就算啦。咁得佢走。我仲專登喺長洲碼頭請佢食碗公仔麵，即係其實拖嘅時間，俾佢諗清楚啦。食完都係要走。到佢離開咗之後，即係好似咁嘅例子就出現啦。咁後來有同事探佢，咁佢話嗰晚我知㗎。校長梗係祈禱對住我啊，為我祈禱啊，所以我連茅山頂住佢啊。哇，咁都得！所以你話佢個內心裏邊係可以同你好對抗，係。所以，但係有人會反問我：咁你話佢咪好衰咯？我話唔係喎。有人問我：你唔驚佢打你啊？我知道我唔係撩佢啊嘛。佢底線知道我哋係關心佢，所以佢點嬲佢都唔會打我，除非佢有精神病。所以嗰個尊重關係嘅基礎係一樣，好似教授講，你伸手出嚟，自然對方好自然就伸手。你喺街度對人笑啊，會點啊？黐線啊你！唔係，唔會嗰塊鏡嚟㗎。正常情況下你對人笑咧，人哋係會笑嘅。因為嗰塊鏡嚟㗎，你笑佢就笑㗎啦。但係你對佢唔笑又得嘅喎，佢又唔笑嘅喎。其實人是互相感染，我今天我相信進入一個 postmodern 的世界，其實我們不是講 individualism 的，我們講 community， 講社區。其實正生是建立了一個社區，所以有人講笑，我們像一條村，像一間寄宿學校，像一個 commune， 像共產黨，共產生產一起做事。